死的鱼大颗大颗的，1、2斤以上的鱼，看吧，看不到它了吧？它下网，看不到它。现在做的阴凉一点，手机都降温了一点。刚才八烫八烫的，炸成是黄火，炸成黄的火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哼，被淹死了，就是，应该被水淹死了吧？好凉快，这风好凉快。水，我看水是浑鱼也多，那我不知道。一会儿你们看，一会儿你们看那个下午起鱼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看下午棋看多不多啊？你们在哪儿？我在哪里？在小河沟里面。今天不连播吧？播一会儿让你们看一下的，一会儿肯定会下的。你要。当当当当当当，一会儿小，看一下下完了呗，就马上下完了，刚开始下，哼哼，对呀，肯定要下午才起呗，下一会儿了，那个才知道有，你边上啊，这水有点急，谁都不敢下。没有救生衣的还不敢下，我跟你说这水。看，你看那边上，用什么办法让手机？不晒的手机，手机太那个太晒了。这太阳正在正中间啊！拿下这是支架吗？是啊。散热器没有散热器，不好使，那些都是，换地方了。没有栓的，没事吧？要不要石头？摸个石头上来。你边上整个草啊！你边上整个皮跟草，一会儿你不认识啊？那个棍也不好使啊，你整个草吧。边上整个大竹竿儿。晚上不回家哈？昨天晚上回家了吗？没有。嘿 啊，手机是太烫了，手机好烫，